今天就是我自己钓的鲤鱼哦，抱抱。鸡蛋你吃，那给孩子吃，我吃肥的。这太贵了，买的大棒骨20多块钱，有点贵。
有点像辣脆。红烧大鲫鱼哦，这个鲫鱼一斤多。鲫鱼的肉嫩，这个够够个啊，大小绝对够用。我今天吃的是红油的，里边有一共六种口味，火鸡面的，还有那个葱花的，各种各样的味儿。够用啊！崩脑袋上在那吃的，家人们啊，愿意吃这小面的，
这个位置有小黄车啊，这一排19.9，一共发6袋。这里边呢都是啥呢？都是料都给你带好的，一共发6种口味啊，就是6包，有火鸡面的，还有这个葱油的，还有啥那个就是还有火鸡面的，还有葱油的，还有兰州拉面的，家人们，酸菜汤的，还有就是反正就是6种口味，也嘎嘎好吃，就是愿意吃的19.9，一共给你们发多少呢？发6袋啊，嘎嘎板着，再干一口，这面全是这种面啊，它也有细面的，细面火鸡面那种细面的，葱油拌面都是这种面。小味够用，真过瘾啊，家人们！这玩意儿我跟你说，越辣越想吃。这碗火鸡面，家人们啊，这个位置有小黄车啊，那非常便宜，性价比非常高啊，29.9给你发23袋，一袋合到1块钱左右，比方便面还便宜。它是啥呢？是甜辣口的，不是那种特辣啊。你们喜欢吃直接去拍去吧啊，够用，宽面粗面的。但是你这个东西你要吃啊，必须煮成我这种效果，必须煮10分钟以上。你煮时间短了，煮不出这种效果；煮时间短的不好吃，必须把面煮开了。它这个面是接近，某养的，跟它的面基本上差不多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放心拍去吧。哎呀！就越来越想吃，嘎嘎过瘾。干冒汗了，老香了这玩意儿。哎呀，好，你吃吧。还剩一碗啊，还要吃，慢慢吃啊。今天小红心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啊，小姑娘人特别瘦啊，但特别能吃啊。这感觉也不够咱俩吃，也没吃饱。嗯。香不香？香。